有冇谂过喺城市里面拥有一片自己嘅私人天空？呢、這个170平米嘅无敌大平层，可以满足你对湖边豪宅所有嘅幻想。一入门，2米4长嘅入门玄关已经令人惊叹。厨房系 L 字型嘅设计，爱莲生活露台。约40平方米嘅一体化餐客厅，餐厅望出去仲可以睇到5星级喜来登酒店，实现咗全景观功能齐全嘅空间布局。大宏厅肯定要配大露台啦，6米7长嘅双开关景观大露台，270度亲近自然生态，湖畔清脆嘅鸟语系大自然最独特嘅美好。房间一共有5个，配有3个卫生间，其中2个房仲系南向套房。窗台正对住岭南水街以及长利湖湿地公园，在房间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舒心的景色，整屋的装修也都尽显豪华，是幸福与尊贵的美好融合。项目自带双泳池、篮球场，楼下即是488亩长利湖湿地公园，6度环绕，是早上晨运最好的选择。更有肇庆唯一岭南水街等超级配套，国家4A级景区演阳湖就围绕在你屋苑的周边。吃完饭还可以6楼散下步，入住华侨城，开启惬意的湖景生活。这么无敌的豪宅只需要1000元一尺，你还不心动？香港独家展销厅代理，想了解更多快点联系我们 V 家物业联展中心啦。